南海萨克协会，我去新加坡南宁，咱2024年度东开海上竞赛，继续，来进行咱资格赛的赛程。来感谢各位喜爱萨克运动好朋友，准时来收看咱现场直播，来了解方格的经营，感谢感谢哈。东南西北，今仔是东平甲北平吼，头落来向东北方。风力风力有五级，咱台湾这个位置，所以咱比赛到要规范是正独风。空中距离到高雄港已经来到180公里，到台南平港大约是198公里。咱今仔比赛甲也拢顺利来通过咱资格赛的考验，每只拢有海上的飞行的实战经验。咱今仔风格地是透东北风。比赛甲要规范是正独风不过咱今仔风力已经来到5级，所以今仔比赛甲要规范无啥撇步一定爱方向看好准爱有上足的体能中途嘛有气流的变化应该同款会当平安来规范咱资格赛一咱规范力开出大红盘希望咱今仔日的每只比赛甲。也当来乘胜追击。后来顶管这座数据是8位，现在是21度50分。后来咱正确位置是21度48分。咱有位度目前有差小块下面这座是东京，现在是118度44分。咱正确位置是118度43分。咱精度同款差小块这是咱。准现在的位置这是咱真个风格点。咱五七差不多伫，咱搁差不多22分会到咱真个风格点现在是6:35，所以咱差不多伫57分至58分，6:57至58会来到咱真个风格点。这是准现在的位置咱真个风格点。希望解读，但愿每只比赛甲会当一帆顺风顺顺来平安来规范。各位嘉宾，南海萨克协会，以及新加坡人，2024年度东开资格赛季，已经来放假。每只比赛甲也拢有来通过咱资格赛的门槛。对海上的飞行也拢有实战的经验。虽然今仔风力有5级，不过咱每只比赛甲拢充满活力。看起来真出手真详细。咱即摆换一个角度，太阳是透东北风，风力风力5级，咱比赛甲要规范是正独风，虽然咱今仔风力5级不过咱。比赛到一个风格后甲看起来同款拢无拍鼓，直接向咱准头8点至9点的方位对台湾的方向来前进出去啊咱目前太阳公公啊射出万丈的光芒咱比赛甲看起来拢速度速度真紧一棍一棍一直向咱东北的方位来前进。虽然今仔东北风但是看起来拢无受影响因为今仔天气甲拄啊乌云较济但是即摆天气已经云开天晴规个天面真好，所以咱比赛到一个风格包无拍鼓同款向咱台湾继续来去前进出去。咱顶关资格赛的规范力非常好。所以咱本馆的比赛甲吼，甲拄啊个放假吼，同款真济吼。每吨拢安尼奋力飞翔。一棍向台湾的方向继续来前进。每只现在拢是各位教育心目中的正将，也拢背负着咱本馆的希望寄托。每只
也拢经过吼，大家不断的调节吼，甲训练吼，所以甲拄啊伫培育开吼，甲看起来吼正在线吼，拢充满活力。吼，咱一个放感冒打无偌久的时间吼，大部分的比赛感冒，我已经拢向咱台湾的防卫吼，吼来进行出去啊。吼，目前吼，咱阁剩一小军吼，一小军，即摆阁伫咱准兵家吼伫盘活吼，已经拍苦吼，拍苦一年了后。哦，即卖已经向咱哦台湾的方向哦继续哦哦来前进出去啊！哦，咱本关的比赛交往也拢通过咱资格赛的考验，每只吼也拢一个好的开始。哦，不过咱赛程哦离终点还阁真远哦。哦，今日继续来进行咱资格赛季，各位分数哦同款赛较低，也未记录成绩。哦，但是咱比赛哦介认识哦。不管是资格关还是正关哦，失格就是要来接受淘汰。所以哦，赶快来全力以赴哦，在规定的时间内哦，平安来归返。哦，目前咱太阳公公啊，射出哦万丈的光芒。哦，咱比赛甲哦，准备的比赛甲哦，也愈来愈少吼。大部分的比赛甲哦，甲看起来已经拢来出路出去啊。哦，不过伫咱准兵这比赛间吼，甲看开哦，拢散散安尼哦，拄啊当咧夹棍。哦，啊，即马夹棍了吼，即马吼夹棍了，伊阁向咱太阳公公的方位，哦，就是咱台湾的方位吼，伫遐咧拍鼓。哦，甲拄啊吼，一阵哦拍伊到中，但是阁飞弯头哦。哦，即马伊同款哦，伊阁向咱台湾的方向哦，阁来飞出去啊。哦，所以咱。放角地吼，现在比赛感吼，甲看起来吼，无介济吼，拢一棍一棍吼，一小棍一小棍吼，还佫伫遮咧飞翔。哦，甲拄仔顶飞出去到遐吼，又佫飞翻头。哦，咱今仔太阳公公吼，也射出万丈的光芒吼，希望咱今仔比赛甲，哦，虽然分数哦赛较低，哦，但是吼，嘛爱全力以赴吼，平安吼来归返，哦，够有法度吼，来继续来挑战咱正冠吼第一冠的赛程。哦，咱不管哦，虽然还阁是资格赛哦，哦，不过大家对其他个比赛吼，拢信心十足。哦，因为咱通过本关哦，来就是带予咱各位教育和武汉希望的正观。哦，希望咱今仔战将吼，会当来乘胜追击吼，顺利来过关。哦，咱目前哦，还阁有两三小军的比赛甲吼。虽然咱太阳公公吼、哦、啊射出万丈的光芒哦，不过吼、哦，甲看起来有即群哦，拢两三四群哦，飞出去阁飞入来，飞入去飞入来哦，不过数量无济吼。哦，即马转播哦，还未出落只吼，甲看起来转播吼，拢到做一群。哦，以往吼、哦、啦，有太阳公公露脸吼、哦，哦咱比赛甲无。你走侪方向就较紧，哦。不过咱今仔阁有少数的比赛感哦，到目前啊无出路吼，啊搁伫咱方角地遮吼，直接弄出弄入。哦，虽然咱今仔天面正好哦，啊已经云开天青，哦，但是吼、哦，就是有只比赛感哦，哦，即摆甲看起来吼、哦，你个话，照军哦，有滴飞翻头，哦，所以咱。继续吼，继续来追追踪吼，比赛甲吼伫飞进行。哦，甲拄啊两小军尔吼，哦，即摆吼佫飞转来一军，哦，即摆有两三军哦，还佫伫咱准兵场遮伫拍鼓吼，伫盘旋。哦，咱现在天面甲看起来吼，真清真好吼，能见度甲看起来吼嘛真远，但是咱。比赛感吼，哦，即卖伊个规军哦，伊个做一军哦，伊个各向咱台湾的方向哦，哦，过来飞出去啊。哦，今仔可能风力较大吼、哦，所以阵风正大风，所以咱比赛感吼可能较未适应吼、哦，所以只弄出弄入，天气正好吼、哦，但是咱比赛感只弄出弄入，
哦，加多已经足大军，一军哦，已经一军哦，哦，去向咱台湾的方向哦，南麦拍鼓，吼、哦，南麦拍鼓方向哦，就是咱台湾的方向，哦，咱边啊，村边啊，才个一军，哦，一军哦，就较细军啦吼，哦，同款哦，伫咱村边哦，才咧拍鼓。哦，咱本馆哦，虽然那个是资格赛哦，哦，不过咱那看大家各位教育哦，拢充满期待吼、哦，拢抱着冲冲冲的精神哦，唔敢来掉以轻心哦，哦，个个拢嘛保持哦高度的警戒心，赶快哦来赛出哦真功夫哦，在全力以赴哦，要来挑战咱关关哦，歹过，嘛爱关关来过赛程哦，来得到最后的胜利，哦咱。哦，甲拄啊吼，甲拄啊军大军的吼，甲看起来已经背离方角地哦。哦，即马阁剩一小军，哦，这小军也同款哦，也未来出路吼。哦，今仔甲看起来吼，虽然咱所看到的天面哦真好哦，不过咱今仔去比赛甲咧出路吼，哦，了啊有一挂障碍的款，可能气流吼，哦，无介理想的款，哦。啊！拄仔拢飞出去，啊飞到江啊，无看到咱教官啊，吼、哦，伊个天啊，着去飞弯头。吼、哦，咱头前吼、哦、是毋是有路，还是安怎？咱无当看。吼、哦，但是咱比赛甲都真奇怪吼、哦。以往吼、哦，人日头讲吼，射出光芒吼，挂天上，伊比赛甲足紧就出路。吼、哦，不过咱今仔太阳公公吼，嘛是高高挂天上，射出光芒。不过咱比赛甲吼，今仔拢只弄出弄入，吼、哦、小部分啦、啊。哦，大部分哦，甲看起来哦，啊，拢无看到咱比赛甲个形状哦，伊家来出路出去啊，哦，剩只两三军吼、哦，两三军小军的吼、哦，小集团哦，搁伫遮哩盘旋，哦，继续哦，伫走水方向。各位嘉宾，吼、哦，咱今日比赛到吼，咱经过咱资格赛的实战经验，哦，一个方甲包吼。大部分的比赛感吼，都一个手吼、哦，来背离方角地。吼、哦，不过有一小军吼、哦，直接弄出弄进吼，背出去，搁再背入，背出去，搁再背入吧。吼、哦，已经啊背十外分啦吼、哦。目前吼、哦，伊搁一军背出去啊，剩小军吼、哦，还搁伫边啊在咧飞翔。甲看看，即道真正出路出去啊。吼、哦，咱希望咱明只比赛感吼，会当顺利吼、哦，平安来过关。吼、哦，继续来挑战咱正关的赛程。吼、哦，咱目前啊，咱。放到地哦，也顺道了一小群的比赛甲往这飞行哦。今咱放到另外来已经将人来整好来关好啊。我说咱今仔个直播哦，就到这先来过一段落。